我是陈汉坤，有人叫我卡拉车，无人叫我石头，啊，不过上侪人叫我阿坤。现在机会，高雄东山人，我骑 BMX 有二十几档的时间，啊，记得我十八岁迄年，甲朋友做伙买着我的第一台 BMX， 就开始四界找所在骑车。啊，讲真诶，我嘛无啥会晓读册，原本嘛毋知我未来到底是要创啥，但是伫我开始骑车到我大学的时阵。我就参加我人生的第一场 BMX 的比赛，既然去我得第三名，我家己嘛感觉憾憾啊，啊哪有可能会得名？啊，佫摕遮侪奖品登去，我到即马拢印象足深的啊。啊嘛，对迄个时阵，我的人生就开始有了目标，后只有逐工睏醒，我就开始骑车。伫这個过程当中吼，甚至为了要骑车骑较久诶，练较侪招诶，我诶大学嘛是读六档啊。成绩愈来愈好，有机会代表台湾去比赛。我记得我第一场比赛伫个韩国，过去我摕到第三名，予我骑车的人生吼愈来愈有希望，愈来愈有信心嘛。我嘛是常常为着一个动作，试几工诶，试未完成，甚至试一礼拜嘛是无完成，我嘛是袂放弃。哦，我绝对袂放弃任何一个动作，反正就是骑，就是练。我最难忘的就是在2000年澳门亚洲运动会啦，那个时候我拿到一个第一名，一个第三名。
其实我嘛从来无想过，我有一天会靠着骑脚踏车来食穿。即马我专心做 BMX 的教练，教我会晓的教更加侪囡仔，让因找到家己的自我价值、甲人生的目标。我是阿坤。